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你去看非洲。我是叔叔阿姨好。不要木人是吧？是，嘿，叔叔阿姨好。啊，今天给大家澄清一个事情啊，搞了好大一个乌龙。啊，给大家说一下啊。啊，这是我们的保姆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这是 Rose， 大家也知道。然后清洁公司 Costance。啊，我之前还不知道他们有亲戚关系啊，今天因为在这里杀鸡，我又跟他们坐着聊了一会儿，结果想不到啊 ，Rose 还是保姆 Caro 的，相当于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这个 Rose 应该是最小的。啊 ，Caro，Rose is a small one。Yes, much sister。啊，然后。Costance 跟他两个是一奶同胞的，相当于 Costance 清洁工跟我们的保姆也是有 Costance also your same father different mother。 Yes。 啊，之前一直不知道啊，有点很大的一个乌龙啊，都快一年多了，因为最开始他们同一个地方也没有去细问这些东西啊，今天在这里才知道。这位看一下，长得漂亮不？她是保姆的，同父同母的。看一下，昨天买的这个才是这样。买平底的，别买三角。啊，嘴巴里面还有。哦，这条是你的吧？这条不应该是你的。大家看 ，Rose 的 sister 怎么样？啊，春季湾。I introduce you. I can use people. Some of them are Mario. Do you want? Mario Chinese. Yes. 看到没？如果愿意嫁到中国的啊，很多网友想娶非洲老婆的啊，可以联系啊，这个是正宗的啊，是吧 ？Yes. 看一下小肉丝做的怪象，有。其实他们这边兄弟姐妹太多了，啊，保姆 Caro 跟这位是五个姐妹，啊，三个兄弟，八个，不过他说好像死了一个兄弟，不过这个小家伙跟 Costance only two Costance and Rose， 他这边就两个人，还是算少的了啊。看今天活跃一点，又是怪一下了啊。啊，好了，也不跟大家闲扯了啊，鸡肉已经搞好了，中午再搞点什么虎皮青椒，再搞点南瓜，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啊，马上开工。啊，有海燕在这里了啊。啊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吧啊，好大一个乌龙啊。Rose， 叔叔阿姨再见。哎 ，Sit here， 叔叔阿姨再见。再见。哈哈。啊，开工做饭。